哈喽，给你们安利一份阻断淀粉的，像这个样子，这个饭前吃两粒能阻挡66%的淀粉，它味道就是那种苦咖啡的味道，一盒这么多，蛮不错的。 这是那个草莓慕斯，它这个果酱好吃。 这个是肉松的，这个烘焙店买的。 泡泡就软面，它肉松比较有嚼劲，难嚼。 这个新品很好吃，你吃的这个谁家的？